貨幣比例五成，聯會希望增加資助出售。呢啲嘅資助項目咧，其實可以透過一啲農業家庭，佢可以即係農業同埋佢嗰啲養殖單位都可以得翻一啲。至於政府建議大規模填海，有學者認為冇足夠數據支持。無線電視記者簡麗。政府報告落實取消強積金對沖嘅優化方案，增加對僱主嘅支援同埋收穫制度。政府期望加快任期內通過法例，並喺之後兩年，即係最快2024年實施。根據積金局數字，舊年有50,000名僱員被沖走遣散費同長期服務金，涉及超過43億。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話：過去幾個月，政府聆聽各主要持份者的意見，決定進一步提高取消對沖之後對僱主的支援。第一層資助維持12年，第二層資助延長到25年，總承擔。